那只好先敬大家一杯。也谢谢村长这么精彩的开场白。等一下，还没喊哦。喊了快20年了，这次喊的最大声。OK， 那我们上半场先唱新歌跟旧歌。好，这一把琴叫做马铃琴，或许从来没有遇见你。一首歌，一幅画，一张脸，一支笔，一把吉祥，可以多少改变？
哇靠！我们看到非常感人的画面。刚刚突然 有一群黑衣者，刚拿了一堆有的没的东西，就是绕境回来。对，然后呢就开始发东西，没想到原来是一个荧光棒。可能不知道，以为哇靠，那是不是什么怪东西之类的？今天从我们台北下来，一出火车站就有一连串的惊喜。我们来铁花村是用游行走过来的，然后铁花村他们用很特别的方式，然后用了一个布条，然后也有那个扩大机。荧光棒，离上次我们上次第九第八章来了嘛，送神户台湾那张来，已经离了快两三年，那很开心，对，又回到了铁花村，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欢迎，感谢你的荧光棒，下次就发按摩棒了，好，下一首很适合这边的感觉。